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建宏频道。今天是2020年的4月11号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个蝴蝶兰。这个蝴蝶兰呢，可能啊，我讲说可能啊，是传说中的台湾阿嬷。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嬷，好像英文的名字很像，英文的名字的念法很像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阿嬷呢。我讲说可能是阿嬷啦，我不是专家，所以我不晓得它实际名字。那这个品种的花呢，它非常非常的大呢，而且 很常见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量一下说，用尺的尺在这里啊，我们打算用尺呢来量一下说，它到底有多大。我们把距离拉近点，我们来量给大家看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量看看这一部分的。我记得我之前我有量过呢，这一部分的呢可能会稍微的小一点点，那小归小呢，其实也还是很大啦。哦，这样子量有 11.5 公分。我们往量看看下面的，我记得下面的这个比较大，来量看看，记得这个边的比较大一点点。哇，这有超过12哦，超过12哦，超过12公分，你看超过12公分，看一下啊，12点多，哦，这边比较大，我们转过来看。这一朵呢，我刚刚量了一下，哇，这个是里面最大，快13公分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13公分呢，哇，这超大的。我们刚刚量的这些花呢，花朵里头大概这一朵最大，这一朵是最大的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有在台湾早期啊，这其实算是一个老品种的，这是属于早期的品种呢，其实是花呢，哇，超会开的，这个阿嬷。给大家看一下亮度，这个阿嬷哦，其实他是很厉害，他是可以串很多的花。如果你是在花店买的话，他可以串20朵花以上。那花店呢，到底他怎么处理的呢？根据我个人网络上听来的研究，他们是好像根据。他们会因为在温室嘛，它可以控制比较长期的低温，然后呢，再控制它的肥料，用利用氮肥啦、磷钾肥啦。说刚开始的时候抽的时候呢，先用磷钾肥，等到抽出来的时候呢，改用那个氮肥去控制，然后让这个花梗整个抽长。那因为我们并不是那么专业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能开就差不多要偷笑了哈，能开十朵花就很厉害了。那以我这一株来讲呢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去年的花梗，然后又抽了一个新的花梗出来呢，所以它只开了5朵花，原本应该会有6朵了，这一朵又萎缩掉了。那这一串呢是今年的花梗，理论上呢它应该可以开到10朵花，但是只有2、4、5朵花，掉了一朵花，就这个头呢之前呢不小心被我碰断，所以呢没有办法继续生长，就变成只有5朵花。那左边5朵，右边5朵，加起来就刚好10朵，只能算普通啦。原本打算让它开十朵花以上的，如果以台湾自然环境，我们这样养的话呢，大概开10朵就很厉害，很棒棒。至于为什么花店有办法让它开到20朵，那真的是可能人家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在。所以他也不可能把专业的东西教你，那教你的话他就不用吃饭了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大概一般的环境下，你知道看到一般环境下呢，大概我们能开的这样子一串啊，十朵花、十几朵花，就大概就是最厉害的一个程度，可以看到的同时开的话，那因为今年没看到，是因为不想那个头被我弄断掉了啊，看看呢明年会不会有机会。那这一株呢，理论上呢应该也是我抢救的。如果这一株抢救影片我如果找得到的话，我就放到右上角给大家参考，找不到就算了。因为我这株是我抢救回来的，然后呢到现在呢已经过了两年两三年了，
然后顺利的开花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拍这个量这个花朵的大小给大家看一下，说这个蝴蝶兰花到底可以有多大。那其实各位如果常看我影片的知道，就是朋友会知道说我们楼下呢其实也有这种大花的。那我楼下的大花我量呢，我不管是哪一个品种，我量最大大概就是13公分左右，13公分就是算是已经极限。那还有没有再更大的我就不知道，这我不清楚，或许有也有可能啊，那我不知道啦，我说过我手上有的就是13公分，然后有没有更大的我不清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各位如果有兴趣要量这个花朵的大小呢，或者说你喜欢这种很大花的呢，你都可以参考这种类型的花来养看看。今天我们影片介绍到这边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